耶，这后边不是还有药了？哟，这壮又出来了是吧？不然我壮又回去了，盒子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，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元旦节快乐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支持。回首过去的2018年，刚过完年，我家里面，拆老房建新房，然后到现在都已经入住了啊。和雷哥我们一块儿种瓜，开着四轮拖拉机一块儿去卖瓜。雷哥买车，喜得贵子，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。还有我们一块儿买撒鱼船。在这里啊，要特别强调的一下，就是雷哥的撒鱼技术啊，从刚开始的一点都不会。然后到现在依旧不咋地，这个这我好着当这学好啊。哦，大家一定要相信雷哥是能够撒到20斤的大鱼的。下一年的目标一定能完成。20斤的大鱼，我想我这辈子应该能见着，没毛病。记得很清楚啊，去年和雷哥一块儿啊，跨的年，在雷哥家前面那个小树林里面，台词我还记得啊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东成西就，南通北达，左右逢源，上下结义，财源广进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新的一年，大家依旧，还是那句话，好好生活，天天向上。来吧，来吧，都过来。来来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。熊主妇嘞，熊主妇嘞。雷哥，你那儿疼了吧？脸。脖子。哦，脖子，这两天要是乱了。那个啊。你这都啥味儿？给大家送上祝福，五险血，一个人一个字啊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开开心心，心想事成。元旦节快乐啊！好，给弟弟，给弟六一，喊大，喊大，咱就挂一下，哎，好不好？新年新气象，当然也要有新衣服啊。李哥，咱过去买衣裳去吧。他就是跟着那几个摸你，咱都送了，是吧？走走走走，出发出发，快走嘞走嘞走嘞，走田子，走，紧张紧张紧张。怎么样啊？